台湾历史年表 http://www.edu.tw/gov/history.html 复五万年至200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及台湾热门议题，吴钊昕编辑。下载档案自13年8月30日118://old.tw.he/history.htm posted January 23, 2003 last updated August 04, 2014西元国记事前55000台湾距今15000年到50000年前，台东长滨八仙洞一带已有人在活动，留下了长滨文化遗址。距今20000年前，台南左镇蔡寮溪一带留下了台湾最早的人类化石左镇人。距今5000年到7000年前，淡水河口八里观音山路也有人在生活，他们已使用磨制石器、陶器，出现农耕，留下著名的大笨坑文化遗址。长滨文化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大笨坑文化 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 前4000中国约西元前4000 till 的前3000世界四大文明之一的黄河文明发祥于黄河流域尧舜前2000中国夏朝约西元前2000年西元前1600年持续约400年中国最古的王朝传说始祖禹英治水黄河有功自舜承让帝位建下王朝前1600中国殷商朝约西元前1600年1100年实存的中国最古王朝统治黄河中流域发展青铜器文化前1100中国周朝约西元前1100年前770年灭殷商后统治黄河中流域实行封建制前770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春秋负770负403战国负402负221战乱时代最后秦灭其他六国建秦朝前660日本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即位前221中国秦朝秦始皇统一中国但即因各地叛乱被汉所灭前202中国汉朝分前后汉汉武帝确立中央集权体制后汉始于西元25年但即因各地叛乱被汉所灭220中国三国时代西元220-280后汉灭亡后魏蜀吴三国三分中国相争后由晋统一300日本大和时代西元300-645400中国南北朝时代西元4世纪至6世纪末中国二分为南北称南北朝时代581中国隋朝统一南北朝但29年后即灭亡607-609台湾隋朝派兵侵略台湾中国对台侵略史
618中国唐朝618 907以律令制均田制确立国家体制。唐朝文化影响周围诸国。710日本奈良时代西元716-784。794日本平安时代西元794-1185。960中国宋朝960-1279。唐朝灭亡后经约50年的分裂期后，赵匡胤统一全国建宋朝。后期苦于辽、西夏、金的侵入，于1127年被金所灭后，在江南复兴南宋，但终被元所灭。1185日本镰仓时代西元1185-1333。1271中国元朝1271-1368。蒙古帝国第五代可汗忽必烈即位后迁都大都北京，国号改为元，于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1338日本足利室町时代西元1338-1573。1368中国明朝1368-1644。明太祖朱元璋灭元朝建明朝。1492美洲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1498亚洲葡萄牙人巴斯哥达格马绕过非洲南端喜望峰到达印度。1511亚洲葡萄牙人灭马六甲王国。1537亚洲葡萄牙人占领民国澳门。1544台湾葡萄牙人发现台湾，暂称为美丽岛 Isla Formosa。 1568日本安土桃山时代西元1568-1600。1593台湾日本武将丰臣秀吉遣使节至台湾高山国促进贡，但找不到对象。1600日本德川时代西元1600-1868。1616中国清朝1616-1912。满族努鲁哈赤建后经于中国东北，后改国号为清。于1644年明朝灭亡，清国迁都北京。1622台湾荷兰军占领澎湖岛。1624台湾荷兰军占领台湾岛，在一昆生安平开始新建热兰遮城 Ceylandia， 现安平古堡，于1632年完成。荷兰人统治时期1624-1662年，共38年。起初占据南台湾，于1642年赶走占据北部的西班牙。1626台湾西班牙军占领基隆，建圣萨尔巴多要塞。西班牙人统治时期1626-1642年，共16年，主要占据北台湾、基隆、淡水、台北、桃园以及宜兰。1628台湾西班牙军占领淡水，建圣多明哥要塞。
1628台湾日人兵田弥兵卫袭击荷兰的台湾长官。1628台湾明朝招降郑芝龙。1639台湾日本的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因此日本船的台湾贸易自此中断。1642台湾荷兰人把西班牙人自台湾北部逐出。1644中国明朝灭亡，清国迁都北京。1650台湾荷兰人又兴建完成普洛文西亚城 Provincia 县赤坎楼，于赤坎现台南市。1652台湾郭槐义反抗荷兰人。1662台湾郑成功率民军把荷兰人自台湾逐出，五个月后郑成功即去世，此后郑政权持续21年。郑氏政权统治时期1662-1683年，共21年。1664台湾郑经，郑成功之子，改称台湾卫东宁。1681台湾郑经病逝。1683台湾清军，由原为郑成功部下，后降清的施琅率领，攻占澎湖，随之郑氏政权，郑克爽，郑成功之孙，14岁投降清国。明郑的叛将施琅。1684台湾清朝建福建省台湾府。清帝国统治时期1684-1895年，共211年。自郑成功之孙郑克爽投降清国后，清廷经过八个月的讨论时，将台湾正式纳入其管理下，直至甲午战争战败，订立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李晓峰专栏527思想起，自由时报负06负05负27。1721台湾朱一贵事件。朱一贵事件。1776美国独立。美国独立宣言。韩山越南独立宣言和美国独立宣言。1784台湾陆港开港。1786台湾林爽文事件。林爽文事件。1789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1840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鸦片战争。1842中国清国战书，缔结中英南京条约，割让香港、上海等五港开港。1851中国清朝太平天国洪秀全之乱。1853日本美国提督佩里率领美国舰到日本要求开国，七年八月。1854日本美国提督佩里率领美国舰再次到日本跟幕府签订，三年三月1。佩里此行曾在基隆停泊约十日间，登陆勘察基隆煤矿，测量基隆港的港湾地势。佩里返国后提出报告，力陈台湾适合作为美国的远东贸易中继站，台湾有如围绕佛罗里达半岛和尤加敦半岛至于墨西哥湾的古巴，主张加以占领。
1854台湾美国舰队到基隆港，提督佩里、马修、卡尔佩斯、佩里 Matthew Calabrese Pair。1856-1860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之役。1858中国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爱魂条约。1859台湾圣多米尼哥会派神父至台湾再开始传教。1861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1862台湾代潮春事件。淡水开港。代潮春事件。1863台湾基隆开港。1864台湾安平、高雄开港。1865台湾英国长老教会在台湾南部开始传教行医，马雅各博士斜线 Dr. James L. Maxwell。1868台湾马雅各博士 Dr. James L. Maxwell 在台南开医馆行医，现新楼医院。1868亚洲日本明治维新。1868日本明治时代，西元1868到1912，庆应四年等于明治元年。1871台湾牡丹社事件，琉球漂流民被杀害。牡丹社事件，1871年7月4，许世凯，静宜大学教授。从东亚国际情势的观点谈，牡丹社事件，台湾历史学会，林成荣斜线林圈 ，U， 淡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1872台湾加拿大长老教会在台湾北部开始传教，马歇牧师斜线 Reverend George L. McKay。1874台湾借口牡丹社事件，日本派兵至台湾。日本和清国缔结北京专约，清国派沈葆桢至台湾。1875台湾巴克里博士 Reverend Dr. Thomas Barclay 来台，台南神学院创办人。1884中国中法战争，法国舰队炮轰台湾北部和澎湖。1882台湾马歇牧师 Reverend George L. McKay 在淡水开办牛津学堂，接着又开办淡水女学堂及后来的淡江中学。1884台湾法国舰队炮轰台湾北部和澎湖。1885台湾清国在台湾建省，派刘铭传任台湾巡抚。1886台湾刘铭传着手清赋事业，创设保甲制度。1894亚洲朝鲜甲午农民战争，东学党之乱，日清两国出兵朝鲜后引发清日甲午战争开战。甲午战争，东学党之乱。1894台湾省首府迁移至台北。1895台湾清国与日本签马关条约，27/4割让台湾本岛和澎湖与日本。台湾总督府成立，16/5华山资济大将任总督。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
二十三分之五。日军开始上陆台湾，二十九分之五。日军占领基隆，六分之六。同一日，台湾民主国总统唐景崧逃亡至厦门。日军入台北城，七分之六。台湾民主国大将军刘永福逃亡至厦门，台湾民主国崩溃，十九分之十。日本统治时期，一千八百九十五，一九四五年，共五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结束其五十年的统治。由金山合约第二条看台湾皇子案，自由时报，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是割让主权或管理权。斜线马关条约三个版本的学问云城，自由时报，十年一月三十一日。马关条约真本，连根藤，自由时报，十年二月四日。一千八百九十六，台湾六世先生事件，一年一月。芝山岩潘光松六世先生。一千八百九十七，台湾著名国籍选择最后期限，八分之五。一千八百九十八，台湾总督儿育元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就职，二十八分之三。一千八百九十八，中国义和团事件。一千九百零七，台湾北埔事件，十五分之十一。西部纵贯铁路开通。北埔起义事件，台湾人的台湾史，郭鸿斌。一千九百零八，台湾阿美族七角川事件，零三。尘封近百年七角川原民抗日史重现，自由时报，二零零六年二月十八日。一千九百一十，亚洲日本并和朝鲜。一千九百一十一，中国辛亥革命，清国灭亡。一千九百一十二，台湾林启溥事件，二十三分之三。林启溥起义事件，台湾人的台湾史，郭鸿斌。罗浮星起义事件，十月。罗浮星起义事件，台湾人的台湾史，郭鸿斌。一千九百一十二，日本大正时代，西元一千九百一十二秋到一千九百二十六。一千九百一十二，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成立。一千九百一十四，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一千九百一十四till的一千九百一十八。一千九百一十五，台湾西莱安事件、焦把年事件，九百零三人判决死刑。西莱安革命事件，民族英雄于清芳、罗俊、江定，台湾人的台湾史。郭鸿斌。一千九百一十七，欧洲俄罗斯革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一千九百一十九，欧洲巴黎和会，凡尔赛条约。一千九百一十九，中国五四运动。一千九百二十，台湾留日台湾人学生组新民会，会长林献堂，十一分之一。留日台湾人学生初刊《台湾青年》杂志，十六分之七。一千九百二十，中国共产党八月在上海成独秀家成立。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一九二零年八月，新民，新浩年。一千九百二十，欧洲国际联盟成立。
1921中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年一月，中共官方认定的共产党成立日，实际为21-31日，并选成独秀卫第一任总书记。1921台湾，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于台北双联进修女学校，17/10。台湾文化协会，台湾人的台湾史，郭鸿斌。蒋渭水，台湾人的台湾史，郭鸿斌。1922欧洲、美洲华盛顿海军军缩会议签署。1917欧洲俄罗斯革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1924欧洲列宁去世，史达林掌权，一年二月一。1924中国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黄埔军校成立，五年五月。蒙古脱离中国，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26/11。1925中国孙中山去世，三年十一月。教国父太沈仲。台湾日报，四年十一月十八日，金恒伟。孙中山的八大错误，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曹长青。1926日本，日本昭和时代，西元1926-1989。1928台湾在上海法国租界成立，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台北帝国大学创立。1930台湾雾社事件。雾社事件，台湾人的台湾史，郭鸿斌。1931中国中国东北918事件变。918事变，维基百科。1932中国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满洲国，维基百科。1936中国西安事件。西安事变，维基百科。1937中国七七卢沟桥事件，中日战争开始。七七事变，维基百科。通州事件，又称通州大屠杀，1937年七月二十九日，维基百科。1940台湾日本政府要求台湾人改成日本姓名，二年十一月。1941亚洲日本与苏联签订日苏中立条约，四月。太平洋战争开始，8/12。1943欧洲意大利投降，九年八月。1943台湾开罗宣言，27/11。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宣言。中国凭什么收回台湾？让大西港岸自己回答。台湾人必须在联合国里面驳斥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宣言。接开罗会议之谜，王景宏。从开罗宣言与中日合约论台湾地位，国立政治大学教授傅其仪。1944台湾日本在台湾实施征兵制，九年一月。1945欧洲雅尔达会议密约，二年十一月。雅尔达会议密约。
1945美洲罗斯福总统去世，杜鲁门就任美国总统，次年12月。1945欧洲希特勒自杀，次年3月0。德国投降，5年7月。1945欧洲波茨坦宣言，26/7。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宣言。中国凭什么收回台湾？让大西港岸自己回答。台湾人必须在联合国里面驳斥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宣言。1945亚洲苏联对日本宣战，8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年6月。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8年9月。广岛原子弹的回忆和反思， BBC 记者吉金森。国民政府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条约，8年1月4。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5/8。1945台湾联合国总司令部指令第一号命令国民党军占领台湾，2/9。美国命中国来台接收日军之鹰，台湾日报，5年9月1日，郭鸿斌。日本总督安藤利即将行政权移交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25/10。台湾人国籍改为中华民国国籍，5/12。开始接收行政机构和日本企业。在日本台湾人开始回乡，5/12。在台湾日本人开始撤回日本，25/12。1946台湾省接收全部完成，1年3月1。在台湾日本人撤回日本完成，20/4。中华民国宪法诞生，25/12，之后修订6次。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宪法的台湾成分，李晓峰。1947台湾在台北市大道城发生警民冲突，2年2月7。228事件发生，28/2。228处理委员会向陈仪递交处理大纲，陈仪拒绝接受，3年7月。国民党增援部队到达登陆，行政长官公署下令进攻228处理委员会，3年8月。警备总部下令台湾戒严，228事件大屠杀开始，3年9月。228事件导读，228事件简介，228事件纪念基金会，228事件年表，228事件李晓峰，蒋经国让嘉义血染火车站，邱国珍。228美国欠台湾道义责任，沈杰。国民党党产的228血迹李道勇。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台湾省政府，4年2月2。辜政府等以意图分裂国土罪名判刑，7年2月9。1948中国蒋介石、李宗仁当选第一届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4年2月3。1948台湾375减租开始，4年1月5。
动员刊乱时期临时条款施行，五年十月。1949台湾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一年五月。陈诚兼任警备总司令，一年一月八。1949中国蒋介石下野，一年二月一。1949台湾四六事件，师范学校学生200多人因酝酿学潮被捕，四年六月。四六事件，战后初期镇压学生运动的三大政治事件，曾建元教授难忘的伤痕，四六学生事件，黄守礼。四六正言录，流亡的银铃，朱石。1949中国中共渡过长江，四年二月一。1949台湾开始实施戒严令，五年二月零。发行新台币，40,000元旧台币兑换1元新台币，六年一月五。旧台币兑换最后一天1949年12月31日。1949中国美国国务院发表中国白皮书，八年五月。1949台湾省保安司令部成立，九年一月。台湾省防卫司令部成立，孙立人任总司令，九年二月一。山东流亡学生案，澎湖案。那一段山河变色的日子，王继威。山东流亡学生与澎湖冤狱，陈云娟。澎湖兵运案，株连100余人，台湾白色恐怖档案。匪谍是怎样做成的？王鼎钧，自由时报，六年四月十二日。1949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年一月。1949台湾美国宣称台湾不在美军西太平洋围堵防线之内，十年十二月。古宁头大战，25/10。白团国民党军隐形部队，2011年5月30日至自由时报，张茂森。白团协助赴金马奖曾赠花瓶斜线根本国家属盼回送台湾我研议收藏中正纪念堂，2011年5月30日至自由时报，张茂森。日少将密训国军骨灰一半留台。白团日本军事顾问团。白团日本军事顾问团。自由中国创刊，20/11。国民党政权将收都移到台北，12年9月。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15/12。1950台湾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不介入台湾海峡中事务，一年五月。1950中国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年六月。中共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二年一月四。1950台湾蒋介石复职总统，二年八月。孙立人任台湾防卫总司令，四年二月零。国民政府军自海南岛撤退，五年二月。国民政府军自舟山列岛撤退，五年一月六。公布刊乱时期减速匪谍条例，六年一月三。陈仪在台北被枪决，六年一月八。
1950亚洲韩战开始，25/6。1950台湾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27/6。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6年2月7。麦克阿瑟访台，7年3月1。1951台湾美国军援开始，1月。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卫协定，10/2。美军顾问团到台湾，2/5。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国与签订日本旧金山合约，9年8月。旧金山合约的历史背景，自由时报1年9月8日，林宗光，美国 Drake University 历史系教授。旧金山合约50周年至自由时报1年9月8日，陈龙至台湾新世纪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旧金山合约，台湾的释放令，姚嘉文，总统府资政。旧金山和平条约与三个论述，台湾日报，4年9月21日，何瑞元。1952台湾签订中台日和平条约，28/4。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成立，31/10。严禁日语和台语教学，16/12。1954台湾中台美共同防卫条约，3/12。1955台湾孙立人事件，曾要除蒋兵变，林伯文，同确历史网。1956台湾廖文义在日本东京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1958台湾金门823炮战，23/8。823炮战及其历史意义，台湾历史学会，薛化元。1959台湾蒋介石和杜勒斯共同声明放弃反攻大陆，23/10。1960台湾主张台湾独立的杂志《台湾青年》在日本东京创刊，10/4。自由中国杂志停刊，雷震被捕，判徒刑10年，4/9。1961台湾黄国书，台湾客家人，就任立法院院长，1961年2月28日至1972年2月22日。首位台籍客家人立法院院长黄国书悲惨政治下场，台湾日报负03斜线9年2月3。史名施昭辉，日文版台湾人400年史出版，汉文版1980，英文版1986。史名维基百科，史名永远的独运革命家，台湾日报负03斜线9年8月。史名被列为头号通缉犯流亡日本沧桑仔，台湾日报负03斜线9年8月。史名学习史名先生的行动力，林启生，台湾日报负03斜线8年2月2。1963台湾独立运动烈士陈志雄被枪决，5年2月8。陈志雄一，陈志雄二。周世明在 Madison 成立台湾问题研究会，06。
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美国本部于台湾建国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杨宗昌口述，刘清白编写。1964中国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年二月七。1964台湾与法国断交，十分之二。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发表台湾地位未定论，二年二月九。美国国务院发表自1965年终止对台湾援助，五年二月八。高雄县长于登发被免职，八年二月五。彭明敏、魏廷朝、谢聪敏因要发表《台湾人民自救宣言》被捕，二十分之九。《台湾人民自救宣言》，彭明敏、谢聪敏、魏廷朝，1964年九月二十日，《台湾日报》负04斜线九月八日至十一，《台湾人民自救宣言》的历史意义，李晓峰，四年九月七日。台湾人民自救宣言的历史意义，李晓峰，四年九月八日。1965台湾蒋经国任国防部长，十三分之一。陈诚去世，69岁，三年五月。1965亚洲美国介入越战，三年七月。1965台湾自日本贷款1亿5000万美元，四月。廖文义向国民党政府投诚，十四分之五。台湾共和国大统领，廖文义略传，杜谦逊整理。美国停止对台经援，七年一月。李宗仁返回大陆，七年二月零。1965亚洲新加坡自马来联邦独立，八年九月。1965台湾彭明敏获特赦，十一年三月。1966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美国本部成立，周世民当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零六。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美国本部于台湾建国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杨宗昌口述，刘清白编写。1966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八年一月八，当中国着了风，文化大革命续记，文化大革命文献馆，文化大革命文献，文化大革命日文。1967台湾成立国家安全会议和国家安全局，二年一月。台北市改为院辖市，七年一月。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访问台湾，七分之九。1968欧洲布拉格之春，捷克。历史回眸，布拉格之春，始末。捷克简史。1970台湾彭明敏逃出台湾，一年二月。美国副总统访台湾，一年二月。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在美国成立，十五分之一。黄文雄、郑自才在纽约阻击蒋经国失败，二十四分之四。424次蒋事件与台湾，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424次蒋案的历史意义，李晓峰。从外交部档案看到的四蒋案，陈宜生。1971中国美国国务卿季新吉密访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五分之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二十五分之十。1971台湾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二十六分之十。2758号决议案减息联合国的一个中国决议赖宜中台湾智库。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发布国事声明，要求台湾著名自觉及民主17分之12。1972中国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大陆，2年2月1发表上海公报，2年2月7美国与中共签订之上海公报及817公报全文。1972台湾蒋介石当选第五届总统，副总统严家淦，3年2月1蒋经国当行政院长，6年1月李登辉入阁，6年1月日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交正常化，废弃中中华民国日和平条约，台日断交29分之9。日本在台湾开设交流协会，台湾在日本开设亚东关系协会，12年2月台大哲学系事件，12年4月1973台湾美国决定停止对台湾无偿军援，6年8月十大建设开始，7年1月1973亚洲美军完全自越南撤退，3年2月91974美洲美国总统尼克森因水门事件下台，福特继任总统，8年8月1974台湾福特宣布台湾决议案，28分之10。1975台湾没收台湾罗马字圣经，1月蒋介石去世，5分之4严家淦升任总统，蒋经国就任国民党主席，28分之4。白雅灿事件，10月白雅灿1976中国周恩来去世，01月第一次天安门事件，4年5月邓小平下台，华国锋任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04月朱德去世，07月唐山大地震，07月毛泽东去世，09月1893生于湖南四人帮被捕，10月1976台湾王姓男邮包炸弹事件，10年10月王姓男邮包爆炸案，陈明诚海外台独运动40年1977台湾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发表人权宣言，16分之8中立事件，19分之11中立事件民事新闻网台湾笔记。1978台湾蒋经国当选第六届总统，副总统谢东闵，21分之3李登辉出任台北市长，3分之6中台美断交，16分之12中国国民党政治大谎言之一，南海写书席卷全台湾，19分之12南海写书为了忘却了的记忆，远流博时网赴越安，南海写书名士一言堂。
南海写书 Wikipedia 1978中国中美817公报17/8美国与中共签订之上海公报及817公报全文1979台湾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交正常化一年一月中正国际机场开港26/2美国国会通过卡特签署台湾关系法10/4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24周年包道格曲解台湾关系法台湾日报2003/10/05王景宏康宁祥等创办80年代月刊06黄信介等创办美丽岛杂志08中泰宾馆事件9年8月高雄美丽岛事件反对人士多人被捕12年10月美丽岛事件的回顾与省思李晓峰美丽岛事件资料库基金会1980台湾林毅雄灭门血案28/2美丽岛事件军事审判开始18/31981台湾陈文成命案3/7真相缉凶追思陈文成事件20周年记马币逃亡中国3/111984台湾蒋经国在当选第7届总统21/3副总统李登辉22/3余国华阻隔5年2月0江南在美国被暗杀16/10江南案20年一清沧桑史自由时报4年10月12日王瑞德蒋经国密令暗杀江南上自由时报4年10月21日杨清楚蒋经国密令暗杀江南下自由时报4年10月22日杨清楚1985台湾时信事件2年9月时信主席蔡成洲去世美国总统雷根要求国民实施台湾民主化17/81986台湾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233号决议案促国民党开放党禁8年1月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卢加尔访台当面向蒋经国和李登辉要求成立反对党并尽早解除戒严8年2月0民主进步党成立28/9民主进步党蒋经国分批召见党政、情治、军事首脑告诉各单位对于民进党成立为奉命不得轻举妄动9年2月91987台湾戒严令解除施行国家安全法15/7蒋经国说在台湾住了近40年我也已经是台湾人7年2月7开放大陆探亲2/111988台湾报禁解除1年1月蒋经国去世13/1细看蒋经国的真面目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吴乃德蒋经国盖棺论功过孙庆余李登辉升任总统13/1
农民示威游行，五二零农民运动，五年二月零，五二零农民运动，李登辉就任国民党主席，八分之七。1989台湾镇南荣自焚身亡，七分之四。追思镇南荣，李晓峰。镇南荣自焚事件之始末，赖振荣。史诗未成，为待后续。十二年前镇南荣的那把火，胡慧玲。李焕任行政院院长，0601。李登辉总统宣布实质外交，三分之六。戒严解除后第一次总选举，民进党多人当选立法委员21，县长6。十二年二月，参谋总长郝柏村任国防部长，十二年五月。1989中国胡耀邦去世，学生运动激化，04月。六四天安门事件，四分之六。赵子阳下台，江泽民任总书记，06月。六四档案，中国人权。中国六四真相，张良，北京之春。1989日本平成时代，西元1989秋的昭和64年等于平成元年。1989欧洲捷克斯隆革命 Velvet Revolution 29分之12捷克简史。1990台湾以台澎金马名称回归 GATT 四分之十一组织，在台湾各地首次举行纪念228事件。李登辉、李元簇就任第八届总统、副总统，五年二月零。郝柏村就任行政院长，六年一月。民进党决议台湾主权独立，十年七月。总统府设国家统一委员会，十年七月。1990欧洲苏联废止共产党一党专政，戈巴契夫当选第一任总统，十五分之三。1991欧洲波罗的三国相继独立，立陶宛率先于1990年3月11日宣布恢复独立，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分别于1991年8月20日及8月21日宣布独立。波罗的海三国之旅，陈荣如。响应李登辉228绿百万人守护台湾，黄世卓。苏联解体，26分之12。前苏联解体简述。戈巴契夫。1991台湾动员戡乱时期结束，废止临时条款，五年一月。第一届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全部退职，31分之12。1992台湾废止刑法第100条，15分之5。第二届立法委员选举，19分之12。1993台湾连战任行政院长，宋楚瑜当台湾省主席，27分之2。台湾海基会和中国海协会在新加坡会谈，28分之4。新党从国民党分裂，10分之8。1994台湾李登辉总统访问东南亚，9分之2。千岛湖事件，4年1月。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关系法，
优先于817公报修正案四年二月八。台北、高雄市长、台湾省长直接选举，台北市长陈水扁，高雄市长吴敦义，台湾省长宋楚瑜三分之十二。1995台湾江泽民于除夕夜提出将八点一年三月零二二八纪念碑落成，李登辉代表政府向受难者遗族谢罪二十八分之二。李登辉对将八点提出回应及李六点四年八月。李登辉访问美国母校科内尔大学并演讲七分之六。1996台湾举行第一届直接民选总统，李登辉当选二十三分之三。李登辉连战就任第九届总统、副总统，五年二月一。一个中国人眼中的李登辉激情与浪漫，四之一，曹长青。一个中国人眼中的李登辉直上青云之路，四之二，曹长青。一个中国人眼中的李登辉布下权力的巅峰，四之三，曹长青。一个中国人眼中的李登辉认同与信仰，四之四，曹长青。我从未主张反共，曹长青。建国党自民进党分裂，十二月。1997台湾国民大会决议废台湾省，十八分之七。1997中国邓小平去世，零二月。1998台湾马英九当选台北市长，陈水扁落选，五分之十二。1999台湾李登辉发表二国论，九分之七。92一大地震，二十一分之九。2000台湾民进党陈水扁当选总统，十八分之三。李登辉辞国民党主席，二十四分之三。陈水扁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二十分之五，发表主张。2000台湾自台湾人民结束一党专制后，历史的演变一步一脚印，快速又缓慢地在进行，历史事件层出不穷，非编者外行人所能处理，因此留给历史学者整理报道，编者不再继续做整理。但有关2000年前的重要历史事件，当编者发现有新文献时会继续补充，还会对2000年后的重要网络上报道文献做部分连接以供参考。2004年9月22日，2000 till the 台湾追加赴2000年之后，2004台湾民进党陈水扁再当选总统连任，2004台湾国民党马英九当选总统，2008台湾国民党马英九再当选总统连任，2014台湾太阳花学生运动占领国会立法院，3月18日至4月10日，2000 till the 台湾热门议题，2003台湾三月初严重急性呼吸道后症群 SARS 席卷台湾，至7月5日才从疫区除名，期间可能病例664例， SARS 病例346例，死亡病例37例，造成极大危害。李明亮，抗煞是一群人努力的成果，9年5月20日，自由时报。
2004台湾全民验血寻找，原住民，自由时报，2004年7月21日，杨长山台湾山地乡平地人民权利促进会理事长，21/7。序，李晓峰专栏，文集，自由时报，2004年7月22日，李登辉，22/7。序，李晓峰专栏，文集，自由时报，2004年7月22日，彭明敏总统府资政，23/7。论台湾制宪，制宪证明台湾唯一活路，作者宗向龙信，亚洲安保论坛干事，21/9。论台湾制宪，立足国际，台湾需要新宪，作者宗向龙信，亚洲安保论坛干事，21/9。论台湾制宪，催生新宪，确立民主体制，作者宗向龙信，亚洲安保论坛干事，21/9。2005 till 的2001十三台湾中国通过反分裂法，3年1月4日。中国通过反分裂法全文，中央社，3年1月4日。转型正义，爱沙尼亚与台湾，自由时报，7年5月20日，陈立颖。坚定信念，迎接未来斜线戒严58周年感言，自由时报，7年5月19日，陈水扁。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是非，是非与亲情斜线从富兰克林将儿子赶出家门谈起，自由时报，7年6月18日，李晓峰。近百年台湾民主运动概要，李晓峰出稿。中国人权世界问题，自由时报，6年5月30日，胡平。何谓中战？从一张照片谈中战，自由时报，5年8月15日，李晓峰。中战与所谓抗战胜利，自由时报，5年8月15日，金恒伟。1776和台湾，自由时报，5年8月27日，曹长青。外省第二代，金恒伟开刀，台湾人心疼，自由时报，10年9月27日，曹长青，独立评论员。蒋介石倒下去，外省人站起来，自由时报，7年12月22日，王时思，作者为前高雄市新闻处长。我是外省人，反对蒋介石，自由时报，7年12月17日至12月16日晚上9点，联署名单，陈诗梦、康平、金恒伟、张文义、谢志伟、顾中华、林宝华、杨月清、杜文正、徐新生、陈立宏、林玉慧、王时思、祝春红、杨明伦、林向凯，继续联署中。口试道扁连续剧，自由时报，6年8月28日，陈诗梦。外省第二代谈歧视，自由时报，6年6月14日，陈增之。这外省人苦。自由时报，6年6月14日，郑丽珍。外省第二代的中国经验，自由时报，5年11月4日，苏金伦。台湾人血浓于水。废话大 PK， 吴敦义 vs 吴伯雄詹子义，自由时报，13年6月16日。金门不认同安，台湾不认唐山，黄昭荣，
自由时报13年6月16日。博公的为官妙法，李晓峰，自由时报8年5月1日。连王金平都说有审级问题，但金恒伟，自由时报6年9月1日。台湾人为什么不自在？闵鸿奎，自由时报6年9月1日。台湾人，中国人何之那人？沈杰，自由时报3年4月2日。流行词组的国共制台，自由时报6年5月30日。黄德元，从一台两中到一台一中郭正典，台湾日报6年5月30日。郭正典，国际观，又见马英九五人，自由时报6年8月1日。张世贤，陈维珍，想起新台湾人马英九，自由时报6年8月1日。陈明哲，周宜安，台湾地位，台湾主权论述，上，台湾日报6年1月19日。苏南辰，台湾主权论述，中，台湾日报6年2月20日。苏南辰，台湾主权论述，下，台湾日报6年2月21日。苏南辰，台湾地位问题的政治面，自由时报10年2月7日。陈宜生，台湾史争议，论杨度放屁，自由时报6年7月23日。郑天恩，政治焦土台湾，政治焦土蓝绿都难全身而退，自由时报6年8月1日。记者邹景文斜线特稿。母语政治，想起我那寂寞的只会台语的阿母写给不会讲母语的台湾年轻世代，自由时报11年11月22日。丁凤珍，震惊的客家人，自由时报11年11月22日。陈彦霖，母语杀手，自由时报11年11月18日。卢世祥，吴伯雄猛踩客家人痛处，11年11月17日。陈建宇，冯青春，张世贤，台语文学与台湾文学，台湾闽南语码字拼音方案与方音符号系统方案，台湾文学部落格，吴昭兴，在谈母语台湾闽南语教学的乱象，鹬蚌相争，台湾文学部落格，吴昭兴。九二共识，九二共识，11年11月21日。北京忙着替九二共识画红线，各家评论，11年11月21日。南方朔，刘亦如拱九二共识绿抨击是所进中国，自由时报11年11月29日。焦点评论斜线台湾非主流政客把中国骗得团团转，记者邹景文斜线特稿，自由时报11年11月29日。九二共识说你是马扭曲历史，自由时报11年12月24日。中国全和台湾人，李晓峰专栏，我挨了一记中国拳，自由时报11年12月25日。热爱台湾的先人与其后代，如果刘庆瑞陛下有知，李敏勇，自由时报11年12月16日。李晓峰专栏，台湾人堕落的象征，
自由时报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陈水扁与民进党，经恒伟专栏，见死不救扁。自由时报十二年三月二十日，陈前总统法庭外答辩文，辩护律师团会诊，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台昂金鱼网站，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又有多少人了解扁案？陈水扁，二零一二年二月九日，台湾玉山网路，十二年三月六日。台湾不正常，冷眼及斜线，台湾人怎么这么没种？范江提昂，自由时报，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鬼父，民进党是被自己吓大的。Freddy， 自由时报，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共产党扶持为何还是赢？范江提昂，自由时报，十二年一月十六日。台湾不正常，人民都深藏战争恐惧。无论政见释放多少利益，台湾人潜意识的最终利益都必须归结到和平。几十年来，国民党紧抓这点，常成为国民党政权的正当性基础。这回共产党扶持的政权之正当性也直基于此。百分之五十一的选择，我真的不懂。郑义阳，自由时报，十二年一月十七日。一百多年前，后藤新平说台湾人爱钱、怕死、爱面子，现在台湾人连面子都不要了。我不懂，我搞不懂，我真的完全搞不懂。经恒伟专栏，看一拖拉故生一人跳脱衣舞。经恒伟，自由时报，十二年一月十七日。既然证实力 CFA 只有利一百分之的企业主，却是九十九百分之台湾人民的毒药，民进党只要从反 ECFA 进而反九二共识，老实说，对照贫富悬殊的现实，说服力十足外，不但彰显了民进党一贯的主张与理念，也刺中国共两党要害。蔡英文不敢正面对仗，一味游走中间路线，证实又是一场空，既输大选，又输理念。新奇专访，北京会强化控马南方朔。台湾错失转型机会，自由时报，十二年一月十六日。两千零五秋的两千零一十三中国专访，俄专家谈共产党精神病院迫害。二年九月，中国精神健康观察，告别中共才能免受精神迫害。一年一月五，民居镇，中共领导人的悲惨下场。一年一月五，死里逃生，教育与民族未来。三年二月四，专访吴宝章谈中共海外统战内幕。三年二月四，何谓中国？关于中国大陆学界历史上的中国概念之讨论，吕春盛教授。九谈中国人统独迷思，虚幻的中国认同，东森新闻报，吴龙。四年八月一日，台湾有三害，何谓中华民族？李晓峰教授。中国并不存在，它只是大中国意识与汉族中心主义的图腾。刘宗正，二零零五年十月六日。虚假的中国历史记忆，自由时报，六年一月五日，苏金伦。
台独的中国朋友来函，自由时报7年1月13日冲人。汉族，汉文化，中华文化。DNA 检测解密中国人种迁徙纯种汉族人已不存在。新闻晨报网路版7年2月13日李明源。非原住民台湾人的基因结构，自由时报7年2月11日林玛丽。族群无关族群争议，自由时报7年5月20日闵鸿奎。参考文献：台湾伊藤杰《中共新书》1993。台湾人400年史，实名彭岛文化公司1980。战后台湾史记，许介霖传，文英堂1996。台湾苦闷的历史，王玉德，自立晚报社1993。台湾革命，柳本通彦，吉英社2000。日本历史，井上清，岩波新书1994。东洋史，神田信夫，现代用语之基本知识 Pages 124199-4。世界新闻地图，现代用语之基本知识1991年版附录1991。中国之历史，陈顺成，讲坛社文库1990。被出卖的台湾 ，Gerge Kerr 原著，陈荣成翻译，前卫出版社1991。毛泽东秘录，上下产经新闻，毛泽东秘录取材班，产经新闻1999。快读台湾史，李晓峰，玉山社出版公司2002。台湾史，李晓峰，林成荣编著，华丽图书公司2004。与马英九论台湾史，李晓峰，林嘉怡者，玉山社2006。自觉与认同1956的1990年海外台湾人运动专辑，张延宪、陈秋美、陈朝海编，台湾史料中心，台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2005。认识台湾，回味1895 的2000，远流台湾世纪回味编辑组，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远流出版公司2005。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网站，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斜线，台湾独立建国运动大事记，李晓峰个人网站，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网际网路 http://www.center.org.tw。 战后台湾历史年表，中央研究院网站。台湾人的台湾史，郭宏斌网页。庄永明的台湾古早味，历史上的今天总表，庄永明网站。台湾历史上的明辨，林晨荣教授斜线 April C. Jalen Professor 淡江大学历史系网页。台湾大事记斜线林明显编写网页。民视新闻网，自由时报，大纪元，台语文读本，台语天地首页，母语论坛，台语政治，台湾健康资讯网首页，老医之家，台湾历史年表，台湾情，李友专，
皮肤科李秉胤儿科客栈。钱大为荣总儿童医学网台湾癌症防治网疾病百科医网诸暨老医精选回专业区首页红健康检查解读首页看病小常识肝脏病症状到诊断 Websites for medical students 吴昭兴医师 by JAU Shen Wu MD PhD Email chivas.ngomsa.hit.net Google 自定搜寻老医之家日语版老医日本语真物吴昭兴真物稳望台湾文学部落格吴昭兴稳望排句语吴昭兴真物稳望 DRNGOS Haiku Note CS NGO Bushengo Anthony WU 稳望的部落格 Shengo 吴昭兴稳望第二届东京诗歌季及第六届世界排剧协会大会2011纪录影片之一之二之三之四之五吴昭兴真物稳望Email chivas.ngomsa.hit.net History since January 01-2008 Oldic since January 01-2008 TMN since January 01-2008TMN since June 09-2002 since November 04-2011 http 冒号双斜线 old.u.edu.tw 斜线 chilengo 斜线 p 斜线 history.htm